大家好，今天分享一局古谱，自出动来无敌手，信手炮第一局。信手炮是顺炮横车对直车的一种布局。红车九平四，黑车六进五，不是要背对着车，将来老将可以有更多的腾挪余地，古谱这里不是最佳招法。红进车下爱线，准备压马，黑上边马，红拱三兵，黑进车过河，红马二进三，黑车吃兵压马，红马三进四，要马四进六，黑拱三卢卒，红马四进三，黑炮八平六，红马三进二，吃炮黑就要丢势，黑炮六平八，红车一进一，黑卒三进一，红车一平八，黑车九进一，红进车下二线，黑卒三平四。走到这里呢，红旗就有精彩的气双车绝杀手段，红车六进一，将军，黑只能用势吃掉，红马挂角，将军，黑只有车垫，红车吃车，还是要杀，黑是四进五，红弃车砍是双将，将军，黑将吃车，红平炮马后炮，绝杀无解，自出动来无敌手，共有35局，大量精彩的布局杀法，喜欢的点赞关注，我们下局再见。